大家好，我是任路，今天带大家来到了上海最著名的外滩景区。外滩地处上海市黄浦区黄浦江畔，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自1843年起，外滩一带被划为了英国租界，自此成为了上海十里洋场的真实写照。此外，外滩也是旧上海租界区以及整个上海近代城市开始的起点。外滩是上海的窗口，是上海的象征，是上海历史的凝聚。它体现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特点，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外滩位于上海母亲河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与东方明珠景区隔江相望。它全长1800多米，地形呈新月形。上海外滩旧时俗称黄浦滩。自1843年，英国驻沪第一任领事看中了这一地带，于1845年划定外滩在内的800亩土地为英租界。1849年。法国也在英租界的南面划定土地为法租界，此后两国沿江开筑道路，称黄浦路、黄浦滩路。1945年，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才正式改名为中山东一路。20世纪20-30年代，沿江修筑起了20多栋巍峨参差、各具特色的各国古典风格建筑，并且在此地区开设了110多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使之成为了当时远东最大的经济中心。百年沧桑，1992年至1993年间，上海市政府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将原来的马路扩建成了10车道的宽阔道路，随后又建起了延安路高架，使这一地区的交通变得更为通畅，也更体现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强劲活力。站在黄浦江边的观景台上，江风拂面，波涛粼粼，百棵争柳，江上海鸥高低飞翔，可以一览大城市港口的绚丽风光。隔江而立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高耸入云，国际会议中心造型优美，而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楼更是欲与天公试比高。远处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宏伟的气势更使外滩借得美景。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黄浦公园内。3块枪状塔体寓意着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先烈永垂不朽，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内涵有丰富的概括性。上海百年风云大型浮雕位于黄浦公园内的下城市圆岛上，浮雕全长120米，高3.8米，用写实的手法截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表现了从1840年至1949年间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两翼为装饰性的花环图案，象征了上海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浮雕可分为7组，97个典型人物，表现了先烈们的革命斗争。楚江潮位于黄浦公园的南大门内，是一座大型青铜人像雕塑，一位身躯伟岸的工人扬起了风帆，迎向了袭来的巨浪，奋勇搏击，形象动感强烈，表现了无产阶级工人无比的力量以及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气吞山河的大无畏精神。作品主题是表彰上海工人阶级在革命及建设事业中的丰功伟绩。十里南京路尽头的陈毅广场，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的塑像昂然矗立，塑像坐北朝南，用青铜制成，高 5.6 米，底座是用红色的磨光花岗石砌成，高 3.5 米。这座塑像重现了陈毅同志在视察工作时的神态，既有风尘仆仆、勤勤恳恳的人民公仆形象，又有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的儒将风度。我们今天外滩的游程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刚刚参观了外滩，现在来到了外滩附近的外滩园。外滩园它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东起黄浦江，西至四川中路，北抵苏州河，南至滇池路。区域内保留了一批建于1920年至1936年间的各式西洋近代建筑，为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它是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源头，也是上海近现代城市的源头。我国近代现代的金融业和贸易业均在此孕育发展并走向壮大。外滩园目前存有15幢优秀历史建筑和一批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格各样的历史建筑。这座漂亮的教堂建于1866年，是外滩园的历史建筑之一。外滩园顾名思义即外滩的源头。这个地段从时间上来讲，拥有外滩最早一批建成的历史建筑，而从空间上来讲，又是外滩的起始点。1849年，英国人最早在外滩园地段建造了驻沪领事馆、商务机构和传教机构，继而从英国领事馆向南沿黄浦滩扩张，建造了货运和客运码头以及成片的滨水仓站，逐渐形成了外滩的风景线，带动了浦江西侧腹地的纵深发展，使老城乡的郊野在20世纪20年代演变成了繁华的新城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外滩园可谓是上海近代城市生长发展的摇篮，也是上海开埠的起点。从上海开埠到19世纪50年代，洋行、码头、滨水仓库的建立及英领馆的建造，开启了上海近代的金融业和贸易业。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金融家和专业技术服务公司的大量涌入，时任英国驻沪领事的麦华陀划出了大部分的英领馆基地，供外国商人置业及为侨民提供文化娱乐设施，建成了例如博物院、戏院、学校、出版社、教堂、公园、桥梁等设施，及各类政治、文化、宗教、商业等机构团体，使得外滩园地区和周边的环境组成了功能多元的综合性社区。因此，外滩园地区也是近代上海政治、文化、西学、金融、商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外滩园区域今天仍保留着欧洲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
折中主义、装饰艺术派、现代主义等建筑风格各异的近代历史建筑，如原英国领事馆、联合教堂、教会公寓、光禄大楼、广学大楼、蓝星大楼、协进大楼、哈密大楼、女青年会大楼、圆明园公寓、安培洋行大楼等。这些经历了岁月风霜的老房子，看似洗尽铅华，却是今天仍可触摸的文化遗产，既是现代和历史对话的桥梁，也是我们所要保护和开发外滩源的物质基础和价值所在。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人文底蕴，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外滩的源头，成为了外滩这个上海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滩源地区乱搭建的现象比较普遍，保护管理也不够有力，新建筑开发缺少了严格的规划和控制，区域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区域功能也未能得到有效的提升和发展。2001年8月，黄浦区以保护历史文化风貌的使命感和对上海城市文脉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开始着手调研该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聘请了有关的专家主持项目概念设计。2002年6月7日，外滩源项目正式启动。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韩正先生要求以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为开发指导的原则，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公开性、公益性、开放性，充分发掘了历史建筑潜在的人文价值，恢复和保留街区古典风貌，通过功能的重整及设施更新，适应现代城市功能的需求。外滩源的一期工程位于中山东一路以西、滇池路以北、虎丘路以东、苏州河以南，占地总面积9.7公顷，总建筑面积约27万平方米，其中地上18万平方米，地下9万平方米。上海外滩投资集团承担总体开发的职能，统一组织实施项目的前期开发和大量的市政府配套工作，同时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引进外资参与项目投资建设。一期工程包括了外滩源33项目、益丰外滩源、洛克外滩源、半岛酒店和市政及环境景观配套等5大项目。下面我们就去外滩源33项目看一下吧。外滩源33项目以原英领馆优秀历史建筑为核心，项目占地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计划改造后地上建筑面积6490万平方米，地下约1.4万平方米，将建成展示馆、会务、文化、沙龙、公共绿地、清水平台和公共停车场等为一体的具有国际最高水准和浓厚历史文化艺术氛围的公共社交区域。外滩源33项目在保护开发前提下体现了重现和重塑的设计主旨，着重保护外滩源33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及其基本环境，并充分发掘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了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同时又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功能需求，将外滩源33打造成了独一无二的城市经典。洛克外滩源项目为圆明园路、南苏州路、虎丘路、北京东路为合，占地面积1.69万平方米，这里有当年最好的东方学博物馆和图书馆、亚洲文会大楼，有最负盛名的商学院争光大楼，也有最早和票价最贵的西洋剧院光禄大戏院的优秀近代保护保留建筑。项目总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地上9.4万平方米，
地下 2.1 万平方米，将建成商业、金融、文化、酒店、公寓、办公及公共广场等设施。项目区域内历史建筑的内部修缮，保存最有价值的室内精华部分，包括其原有的历史建筑材料及历史状态、原有工艺技术，保护原有结构体系，对一般的室内空间采用新材料和简约形式进行再生的插入型功能现代改造。益丰外滩园项目位于北京东路与圆明园的路口，现有北京东路上的优秀历史建筑益丰洋行大楼。益丰大楼前身为益丰洋行旧址，1911年建成，五层的砖木结构，文艺复兴的风格，局部还带有巴洛克符号，东西的总长度长达124米，是国内现存最长的巴洛克式建筑。益丰外滩园项目由上海外滩投资集团投资建设，集精品百货、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已于2012年5月开业，为外滩园唯一一家以零售为主的高端商场，也成为了上海外滩园地区品牌业态最为丰富的高端购物中心。目前商厦规划有42个国际一线品牌入驻，有40个品牌入驻，有30个品牌已经开业。益丰外滩园业态丰富，有国际一线男女服饰品牌店、顶级皮包皮具店、国际著名的珠宝品牌，有卓越的手表、眼镜和定级售后服务中心，同时还有各类高端的酒吧、餐饮、咖啡店和顶级 SPA 馆，以满足来客的各类消费需求。今天我们带大家参观了外滩和外滩园的33项目，乐客外滩园和益丰外滩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和好朋友一起来亲自感受一下这古典风格和现代生活相结合的感受，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